即使你一辈子都这样，不理我，不说话，这也是一种福分。忘记过去，忘记过去所有的痛，我依然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女儿，我会永远的照顾你。 也许你的世界里本应该一片纯净。先生，喝多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你别误会，我找他真的有急事。我们这儿是做正经生意的，没有坐台小姐，明白吗？你帮我想一想，他在哪儿？他这有个痣，好像他叫露露。 叫露露，好像有这么个人。你到后面酒店看一下，也许他在那儿。好的，谢谢。 姑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过来看我朋友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别紧张，我不是公安局。那钱，拿着。我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下。唉，你早说嘛！你看把我吓的。行，那去我那儿吧。不，去我家。行，去你家。 大哥，咱们是不是以前在哪儿见过？是啊，咱们是见过。如果不见过的话，我就不会找你了。赶快走吧。 三个人的话，那得另外加钱。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做，需要加多少钱我都加给你。行，没问题。 需要这个，我只需要你给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声的叫，叫的越大声越逼真，越投入越好。没其他的了？没了。来，你坐这儿。 听好了，你就叫，不停的叫，用你的声音来刺激他，明白吗？
你的第一个广告就在这个地方拍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海宝，你看看，闹得玩多开心啊！当时你浑身湿透了，我拿毛巾帮你擦干，你抱着我偷偷告诉我，说你喜欢我抱着你的感觉。老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拍的特别好。我喜欢你抱着我的感觉。傻孩子。还有上次，在那个地方，我追着你问。我问你，闹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？你说不是。你说你是跟别人生的，当时我就疯了。我对你大叫大吵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跟我说清楚。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有什么权利管我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我有，我真的有。不要忘了，你已经结婚了。在幼儿园的那个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。你撒谎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那你要我从哪里说起？不可是。那天我离开你，其实我根本没有走，我就坐在楼道里，有一个男人。他上来带我走，说他爱我，于是我就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孩子是他的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做太残忍了？你就不残忍吗？他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收留我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，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就是，就他妈的他收留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难道不可以吗？你管的太多了。赶快好起来吧。你看闹闹多可爱。爱宝，我带你跟儿子一起玩好吗？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来，闹闹，爸爸抱。房子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随时可以住进去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让我再想想吧。没什么好考虑了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吧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到宾馆接你们过去。嗯，来，玩玩这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。掉了。我看，我来，你把这个拿来。嗯，这个是从胶里粘上的。粘上的。我带你跟闹闹一起玩。妈妈来了，来。等等，爬皮车跟妈妈玩好不好？啊？哎，我要妈妈转一转，跟妈妈玩，妈妈可以可愿意跟你玩。
对，来，我让妈妈玩，来，过来，暖暖，过来，在妈妈前后玩，跟妈妈说个话，来。
看着我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告诉我，我是谁？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窒息 ，baby， 你在哪里？不要消散去，请留下些痕迹。哦，你是个谜，我看不穿，也猜不透。这谜底是爱让我们靠近，苦涩的甜蜜，我只剩下回忆。过去的岁月，寂寞来又去，落雨的在叹息，爱如烟。